为什么国足踢球那么差，还是有球迷支持国足？首先应该纠正一个称呼，中国男足。中国女足自8月1日起，队内称呼为国足。中国男足踢得差还有人看，你知道那些看球的人说什么吗？我们是来看他们车的，回到球场是看他们女朋友的，羡慕，真他妈羡慕呀。球踢得好坏有啥关系？重在参与吗？